样漂亮吗？对啊。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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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能玩我们玩听的爸爸站着爸爸来玩他们的互动式影集体验，它叫 Swipe Night， 它就是你可以左滑右滑来决定剧情走向这样，然后做完还可以帮你配对。但在开始之前呢，讲到听的呢，我们将邀请到一位大师，是不是那个听的资历七年的一个很厉害专家？我特别请到之前那个台湾草地状元、大陆寻奇那种都有来，都有去探访过。可是你不是说他档期很满，要排到十年后，他怎么愿意搭架光临？就是真的很开心，他有看我们频道。他愿意来，欢迎这位大师级的人物，欢迎欢迎！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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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听的使用资历青年全球荣誉推广教育大师。大师你好，可以讲一次名字？好，因为忘记。听的使用资历青年全球荣誉推广教主大师。听大师你好你好你好，听大师对对对。所以听大师你真的有用到七年吗？我从2014年的时候开始用。那请问大使大概这样一路大概划了多少人？可以计算吗？大概就是你知道那个七八位数了。七八位数，百万的，百万千万的。那今天就请听大使要跟我们来改造一下我们这位郭妖。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打扮是什么吧？算塔罗斯。我们是在沙漠开派对，我们要点那种你知道有点。对，这样合格吗？没有，不合格。那我们请老师来进行波腰大改造。可以，好，进行改造，准备加入沙漠派对。好，就我们很注重这个听者为我们准备的沙漠派对，一定要很正式。好，欢迎郭喽，欢迎，欢迎郭腰。什么？哎呀，哎呦！可以吗？听大师。不行不行不行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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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站那边站那边。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，你好，这样。好。就是比健美，举健力的那种。哇，怎样？装备很方便，好舒服。不要这样，好。听大师要生气哦。no no， 你要这件衣服是要你要淑女的那种。哦，要这样子装也。比较好。明哥，明哥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然后再这样，你要只快秃头，瘦手若金。等一下，你要把头按住吗？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让你不要鬼剃头。下面我不要，我把鬼剃头的地方遮掉。你会用吗？不会。变金箍咒，孙悟空来的。教主，请问你今天重点会画在哪里？眼睛，眼睛，因为他今天穿的那么，你知道，要妩媚一点，就是他眼线可能会被我勾到太阳穴那样子。好，我们先上一下那个眼睛的底。那我干嘛？你可以安静啊。那郭今天在派对上有没有什么必胜的秘籍？我吗？对啊，就在看别人尿尿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厕所。因为一个人他们家的厕所有没有免治马桶，代表说你以后就是上厕所会不会幸福快乐？还有干湿分离。对，所以是见面先问说要想看尿尿的地方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对啊，而且如果对方是误会，就代表说哇，他想法很低级，整天在那边想这些没了。谁会想到厕所啊？现在是全台湾最安静的一刻哎！你看，眼线画对了，你笑得真的有，笑得变态，人家都觉得你有有，笑得变态，刚才最近开始变态好不好？哎，刚刚想要拿来挖鼻孔，这样有擦到吗？哇，晒伤吗？晒伤哦，沙漠都要晒伤哦，真的，好厉害哦，晒伤，他整个鼻子好金哦。很那个，你为什么不能正常一点？我动嘞，我触不到我的动，我戳到。你可以不要讲话吗？可以不要讲话吗？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沙漠之花，就是由我听大喜新大喜，就是亲自操刀来制作的一个，你知道最完美的听的之花。来，我们有请。哇！我要跳战舞。
不要跳这条舞。请问你是 Giselle？ 你的男友都是我的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哇，完成！我们的沙漠之花，沙漠之花 Giselle。好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要来进入我们的 Swipe Night 沙漠派对。Swipe Night 开始。好，失控派对。好可怕！但这个地方有点恐怖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么恐怖啊！看你这样选择。我们伸出援手啊，伸出援手啊！开始，快点开始！我们现在开始，什么时候开始？上面他应该游泳而已吧？救他一命，救他一命！好没品哦！天哪！别！哎，你可以参加，你可以参加，可爱又变态。感觉你要跟他 PK。Oh my god！ 啊，美女，怎么这么像你 ？OG Crew， 我们上去吧，要吗？好，还是不用看，好，不用，不用看看。哦，生气啊，好啦，可爱又变态了。怎么没有叫我们跳舞的舞厅啊？对啊，我们跳舞厅哎。你喜欢阿珂的刺青吗？蛮他的那个可以，按摩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阿珂，我都没了，阿珂才追一秒。阿珂，这是宝贝。对，好可怕，对啊。耶、yeah, ，开始了吗？哈利开始了吗？哦，结束。感觉等一下就有什么事。对啊，对啊，很怪，这是分手擂台。好可怕哦！开始吵架，前任要吵架，看吧，生气了吧？太生气！所以这样派对扫兴不行，不行，不应该讲正事，不就不要把自己讲那么难，而且音乐太小声，我觉得音乐要够大声，对不对？大到不能对对。而且他们这些人很无聊哎，对啊，就找一些好玩的人，最好是就是胸肌很大，肌肉这样就好玩，这样就好玩的定义。对，想被好快乐，对啊，全场最快乐，真的在忙自己的事。我觉得他在状况外，他不觉得这个已经很尴尬，过得蛮快乐。对啊，还是我们来喝点酒，好，来选酒，好，选酒。啊，他不能选酒，可恶！哎，皮夹要不要？皮夹，那皮夹吧，还是他专辑？哦，是哦，他跟小飞的。订婚哎！哎呀，还叫天狗，小猛，小猛，来，发呀，发呀，发呀！来，开始，请大家，好，请大家，小大哥。他们家真好可怕。哦，他被刀插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哎，这是我杀的，这是我吗？还是谁是我？是有点想啊，没有，是选啥？哎，选辫子女，辫子女，好，因为他们两个刚最后去厕所，好，下周还会有第二集哦，真的，就你要看下去，然后你就会猜一直会越来越多线索，一些选择，他就会帮你配对到跟你选择差不多的人。好，加入了，好，加入，好，哇。好嘞，喂 ，Hello， 看得到我吗 ？Hello， 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哦，嗨，我跟照片长得比较不太一样。OK。哦，因为今天我有可能跟其他朋友一起嘛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开沙漠趴，就因为我今天有穿沙漠主题。太梦幻。谢谢。你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开沙漠趴？万圣节吗？哦，类似啊。对，我们万圣节比较晚开。我们这样漂亮吗？对啊，哦，谢谢，对啊，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动漫清单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对啊，我看到你有看《地狱少女》哎，还有那个异世界啊 ，Re 的那个异世界那个雷，你是不是也觉得雷姆是你婆啊？哦，没有，你喜欢艾米莉亚这种型对不对？没有，两个都没有很哈。那你喜欢我这种型吗？也不赖啊。那你喜欢看百合漫吗？还不赖吧？你看啊，你没有看过《柑橘味香气》，有听过？我知道。你看，大家都知道。一个黑发，一个是橘发。真的？
选沙漠的风格。我们想说挑战看看，我们想说就避寒呐、啊，现在比较冷。我想到他的干妹妹啦，沙漠干妹妹，沙漠比较干燥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你参加我们的沙漠派对，谢谢伟哥，谢谢伟哥，拜拜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我们吓到伟哥，因为我们刚刚一次三个人，我觉得他很身临其境，就感觉是你解谜 VR 那种感觉、元宇宙了。对对对对，什么意思啊？元宇宙就 VR 啊？哦，对啊，沉浸式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拍的真的蛮好，就质感很好，好像边看 Netflix 然后边在选择。对对对，或者像有情境滑行的滑一滑，可以一起选要选哪一个，或者你们可以选不同的，因为都有不同的线索。而且他之后还有下一集，第二季，他在11月7号、14号跟24号的晚上6点到凌晨12点限时开放，跟你 match 到人一起破关，对对对，你们一起看过一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直接开始讨论刚刚剧情是怎样怎样，而且你们选的那些选择是差不多，对啊，而且我觉得要准备就是图钉、保险跟照片印下来，就是用那种角色啊分析，你说后面一个大墙，大墙，然后这样这样这样，几个地图这样，这么麻烦，很刻板的那种侦探片，对对对，然后一个藏在门后面这样拿，然后有一个刀这样插在上面就是凶手，对。然后妈妈说在干嘛，说就听得沉浸感，就这么玩的这么复杂，我跟我的这个被学正在深入探讨，对，深入探讨中，对，好，推荐大家可以去下载这个 Swipe Night， 好，对， Swipe Night， Swipe Night， 其实是要念一个最标准的 Swipe Night， 然后就可以左滑右滑，然后滑到你的 Mr. Right 或 Miss Right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再见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新来的小姐。好美啊！哇，主管有交代我不能讲话。真的不要讲话。好美，好美。美吗？美。哎，这里是哪里、啊？我爸就不知道在哪里。龙翔，这是平行时空，另外一个时空的锅。对啊，好美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谢谢。没有要点哦，那我带走。